有发表了，我嘛无机会讲做老你就开张口吼，啊，甲即个李金文书的方法讲，讲啊，可以吼，会当对李金文书去国外扶持，吼，安尼啦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啊，就真正咱好势甲讲的，吼，啊，拄好迄阵啊吼，李经理那时候卡班要去越南，啊，我卡紧要去，唔知要去。新加坡了，这菲律宾加的，我嘞，好嘞，安尼吼，咱即摆到这就结束吼，好，谢谢。敬爱之领命贤人及传道师小神打走冈山空军官教之土地公。也是玉帝是了替天正神。自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创建空军官校及受封驻扎至今，土地公前世生于明治初年，没于昭和24年，为日本九州福冈县人士，姓松也，名平，四郎或贺之助，贺之助生有长兄一人，妹妹各一人，一人育有二女，一人已作孤，一人亦然高龄。祖先连三世无丁不知是武士，余年长夫亦陆军，出任官为关东军驻支那东北县警，执法公正，不分终日，且常记若不清，遂无掌权军阀所排斥，而调向台湾打狗警务厅，兵家祖母及母亲持斋侍佛至诚，从小耳濡目染，不非官场受挫，依然爱民如子，不分终日。尤其对充军南洋或三餐不济之家庭及孤苦无依之老幼，已竭尽所能照料。再者，对犯法之百姓必斟酌再三，确认有罪，实敢依法送办。中华民国89年，小神奉玉帝命为空军官校导务发展之区域总召，初是一头雾水，但依然静心护持，不敢稍有怠慢。这几年来亲身参拜台之道圣佛德会及天师晋级，各气天仙无不使尽神力找寻有缘道亲，帮助超生理天回归原乡。又在中华民国94年11月周至开仙列超达日，小神有幸台班蒙南海普陀之典礼经理二公子在本校就读，而且其先祖在日本实在受本人之极大恩眷，使能果结避难，可借此因缘上法传，故于2年前着手在蔡生之川真隐县下与李经理结上道缘，阴阳两立且结缘之时，即为终身打帮助到护法坛之日。小神最后只有一点声明，小神在前人及李经理之功德加批下，已获得玉帝首口获准为可超气入李之选仙。土地公托梦给蔡教官，数续其三世因果。蔡教官依土地公所述撰写本文。会命之间，中华民国98年岁次己丑亦和盛唐气天仙土地公求道法缘，一对日月一片青天一般乾坤，一同请愿一场度化的姻缘，一旦率性定案一次再见，一句劝勉，一向无为，一点成全，一心三曹三拜，一命师徒合伴，一路上肯定理念一合，在天命之间一步前一
一道正焰，一条线确定永远到场，在会命之间一定可以收元语，即就在姻缘成熟要记下似你的温柔，吾乃尔师即颠奉此命，先会图贤隐身早拆黄莲，再问爱图各安然，哈哈，师徒巨头大事为由寄语，皆在姻缘成熟，该办则办，无爱左右天命之下道，无保留坛内土而佛归经手，先长皆彼为师罢休，哈哈，指三令五身道真典宣旨是一门曹悟通天分表人半天是至尊普天可谓天命鬼神争取持程度化因缘恩准，先为一指超尘暗劳修八仙之长难及事业领地是令上坛卧鸡隐身叩地保保安一可可庄严肃进三才和一听天由命书圣气机三曹普渡惊天动地点人鬼先超气入里天是人但何为凭据资格何在进退和一一道遵守三十条例坛内乾坤听后训批可可人曹优先为真性真名义可度人生满月为入岁入命二可度人性具足为能知能觉三可度人命难求为正身正心四可度人缘可贵为愿隐愿保五可度人敬礼仪为点传点受六可度人念思善为天福天慧七可度人天鉴定为力表力文八可度人业相抵为不残不废九可度人灵大赦为以信业愿时可度和合地曹严格地时颤时毁亦可度地气沉着地无怨无恨二可度地福幽魂必挂牌挂连三可度地行厉害必了罪了也四可度地官放令地显象显化五可度地情转化地解因结果六可度地狱冤亲地之属之气七可度地下有之必超达以达八可度地界回向地大功大得救可度地阴转阳地头生投胎时可度可可偏曹万幸当遇机遇缘亦可度天神气数当未满未尽二可度天不能言当托人托梦三可度天理昭彰当明显明示四可度天是慎重当举时据礼物可度天人共伴当敢为敢担六可度天命所在当怀慈怀悲七可度天赖世人当求隐求宝八可度天眼无形当助造助运救可度天地为正当同心同德时可度可和转彼之意宣意和贵坛前天命勿猜测一大事因缘无事不找事有事莫拖延见道成道时点化人鬼先打狗冈山处空军官校元气天土地宫显化有历年莫非时运道采宝苦成全独求意和应登上神元山神人串以限度人有上千助道公完被求道不简单耐心多考验人事难凑人难天门开启下令准点选今日这一场以合成命单己丑正十二五十是时间全体皆速立三才利益编仪刻不容缓战战兢兢烟佛前发如起现我再请坛礼节请木木牌搬重庄严阳表焚火上神为族名填功德废成报文字写明然受命承办者坛前礼茂年隐师礼怀玉宝师指头元天才随后命松也复玄关一点即猜不顿然生礼天和和时辰将至暗部延迟讯文解释念兹在兹就此收礼坛内情是仙鹤仙喜一旁不迟到可可止附录信徒参加法会心得笔记土地公求道己这是周贤人自民国45年求道以来
首次发生之大事，将成重大事机。2009年2月6日，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土地公已在求道前15天完成交接，求道受天命名师义指点，时事受济公活佛指点，先佛训完体即一点即开悟，顿然生理天，换下来的土地公神帽及神衣，将由空军官教蔡教官用玻璃箱装饰好，存放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该土地公起数150年，已在职一半左右，生前是日本人，当片警的军人，姓松也，名平四郎或客之主客之助生。详细过程请参考高雄县冈山空军官校营区的土地公，是日本善兴县警死后成神的，因日治时期帮忙李怀玉点传师全家免于灾难，所以后郭李点传师之此子名瑞念空军官校之机会，竟由托梦蔡宝教官找到军校生李明瑞，以便联络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相见而安排求道。经过显化助度化人求道达上仙之功，才获恩准求道，要先向八仙之长的南极仙翁挂号。终于在己丑年牛年大年正月12日午时11点多，由周贤人点传三宝心法，得法一大道，姓李真传，由李点传师做引师及再复功德费黄金10两，这是规定，折合时价约30-40万元。求道表文写的俗名是松叶平次郎，若以世人身家清白者，求道之功德费200元计算，仙佛规定必须有2000元之功德费，则大约是40万元新台币。起天仙求道很不简单，由都茂秋也传师做保师，求道过程很欢喜有成，惶诚恐表现一片赤诚，礼拜叩首动作大起大落，动作很干脆利落，不失军人陷阱气质本色。求道后经在场200-300位道亲大众同声恭喜祝贺后，土地公满心欢喜，一向点传师及引师行三叩首拜谢，即手抱合同向宝师及三才与陪谈大众行鞠躬礼致谢，大众鼓掌打底，然后土地公就去跪在拜殿正中第一位置，行叩拜礼一叩首后，随即退出灵媒天才之身躯。此次天才地才是从马来西亚搭飞机来台湾的，人才是向南京单位纯阳圣道院借调来的，仙佛讯文经由电脑高科技与投影机及荧幕展现，先后是周贤人说明与空军官教蔡教官接洽过程，王典传师做圣训解说，下午有王典传师做圣训解说及周贤人介绍蔡教官与土地公之事，提及土地公在冈山空军基地一带久未受重视，近来显化感动地方人士建立圣贤堂供奉，然后由李典传师上台谈感受，即依次向周贤人与周点传师与各位点传师及半道人才与安才都用三鞠躬礼，然后向陪谈大众一鞠躬致谢，大众立即起立打礼。李点传师说回到高雄大庭顶中心佛堂还要行叩谢仙佛的大礼，土地公知道有道可求，据周贤人当天的说明得知，
是因为民国94年到厂办空军先烈周至开的超达礼时，该土地共有3家办道请坛牌班，经由南海古佛指点礼典传师有资明瑞念空军官校，借此缘分可求道上法传，即显化住道悟红展办道过程网点传师前道，感受良多，感动流泪良久，周贤人也感动的流泪，感觉能当土地公的点传师是今生最光荣之事。报师通常是道场长者来当，由于年近90岁的陈典传师因病住院，而由周贤人之兄长周茂秋典传师任知此次办道大事全由校的单位负责佛堂办事人力与开销及供应午餐与清洁整理佛堂等。现场道清有穿自由时报社之背心者，单位做录影工作，办道前的献奉及焚表，上午共3次，下午结班前1次，请坛时之台班用周公大礼与说明缘由时，均有道清录影，但是求道传三宝心法前，已派人一一找录影者，要求停止录影录音，以示道真理真天命真之宝贵。想知道三宝者，要经由因宝师在佛堂成全求道之大事。980206高雄县冈山空军官校基地的土地公求一贯道于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的神元山庄新一祖义和圣堂，当周贤人指点他的玄关后，立即放声大哭，喜极而泣哭。980206十条大愿之天打雷珠，天打五雷轰身，一概为神人共建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提供档案可用。网站搜寻，请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之。信徒作品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元山门五圣宫附近社子村镇安宫潭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庙。信徒作品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元山门五圣宫附近社子村镇安宫。信徒